那天早上我还看到一般有钱人啊，嘻嘻哈哈喝红酒讲废话，那跟我们有关系吗？没有。他 ORD 这么久了，你看到现在都没有去找工作，一直整天打 game。我有在找啊，不做 weekend， 也不做 OT， five days work week， 其中两天 work from home。还有什么要求？每年两个月的 sick leave， 一年 minimum 24 days leave， 是我可以在家里 relax 我的 mind。Salary 我想至少 5K， 4800有 OK 啦。我想跟你们借一点钱。你人这种无喷漆打造了，能爆掉啊！我能去过环保。我觉得 MOM 要赖你。外面的鸡啊，讲你们嘞。完。哎，不是不是，那叫鸡婆讲你们啊。还有三个本地 staff 呢 ？Mr. Tan resign。那还有两个呢？在你后面。嗨，我坦白跟你打了哈，冬季行情啊是鸡一排鸡一排哦。你不可以每次当我们是 ATM 这样的，你看滴滴滴滴哦，然后我们的钱就吐出来。对对对对，以前很多人做 Grab 啊，现在很多人开 Grab 啊。我现在随便丢一个失踪达到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就是开 Grab 的。其实现在这个行情赚钱也不太难，只要做一点点不是很好的事，就赚到钱喽。啊，你准啊！看手机，你不要给我扮鬼脸。我干了晒啊！你妈是干了晒，帅哥。哎，多多一张，哪里有人包多多的？多多的彩票1300万，有中就喝水，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早一点投资，你就不用卖车，还有人买辆 Rolls Royce，你还可以叫你的 Rolls Royce 去做 Grab。Come my home.